尾巴是行一种，在我的面头前，我爸爸红的衬衫，因为我当时在厝呢，啊，对大伯回来了，迄日在透早七点外就听人讲风声，讲要衬衫，哦，我事前嘛拢唔知影。当时要甲你审判，当时要甲你清查，迄拢无公开啦，拢秘密在进行。啊，结果迄日在听到有这个消息了后，我就赶紧走去警察局，因为因遐拢防关的警察局。啊，去附近的大路，就看到两台车出来，第一台车。差不多二十个兵啊，啊，第二台车在四个议员，加二十个议员，啊，其中包括阮老爸在内，啊，手一拗，啊，插一支旗啊，插一支迄个公啊，就那像，清朝时代、古早时代要放斩头迄个一支，当然是。用叛乱分子的一个罪名，啊，就经过中山路，啊，去到车头，啊，四个一个，就对后边开枪，啊，打死，啊，迄个因为我看到迄个情形，所以我，咁叫我压枪。我就觉无可能，啊！叫我看讲哦安尼，啊碰我，秘书碰着我的心肝嘞，哦。阮爸爸，迄日被枪杀了，五点外才刚刚来厝呢，啊刚刚来厝呢，我妈妈去有去叫人来翕一张相，啊200-2万人的死亡的中间。照两张这款的相，两张这款的相就是我爸一张以外，有五伯雄的阿伯，后一张。我伫我爸爸100岁的美术展览会时阵，我第一摆公开出来。迄阵对一般人的嘛是造成一个震撼性，这就是28的一证据，吼、哦。政府无缘无故、无故人权来打击这个政府。啊，李总统来的时候，看到这个相，安尼人人在啊，握一个看3分钟，底下看这张相，那张相都在阮的厅里，啊，迄、那个健康老人会。要真明显啊，提出来。就阮妈妈保持40多天的中间，一直唔敢安尼提出来。假使讲我过提早暴露出来的时阵，这张相都无去啊。有一个开始第一届的诶文艺界吼。啊，家己文艺界就是推出陳澄波100年的美展，迄阵3月举行，啊，3月了，台北的观众一直要求北美馆也爱办，所以迄年的10月伫北美馆阁办一摆。即进前我那有办过一摆。2-3次的展览，结果拢含安怎死都拢无交代，安怎过身也拢无交代。因为迄阵报纸也唔敢刊啦，啊，官方也唔敢照场所，所以迄阵拢是私人的画廊啊，有人在办，啊，私人画廊伊嘛唔敢讲。啊，无一个交代。啊，陈志毅人迄阵吼，
第一摆的宇宙展，啊，迄阵，干那讲，啊都，嘛无讲伊个，干那讲三月二号过去呢，安尼尔，无拢无一个交代，啊，伊也唔敢写，啊，报纸啊，拢无，拢连字都无报，迄阵大部拢报，这个展览会，大家讲连也报无报呢啦吼。啊，其他大部拢有展览会。啊，迄阵谢东敏副总统啊，伊嘛有来特别来参观。啊，真侪人啊，去啊，在三礼拜一个月中间，春水一人迄老板或者什么人说，迄个陈宏春先生吼，哦，伊甲我讲一句话讲，我懂。无买，无要紧。啊，我感觉上爽的就是讲，这展览的中间有遐尼侪人，几十万人来参观，伊开画廊，唔啊，真爽的一个代志。